佛没有定法可说，执着定法你就错了。他只知道一面呢，不知道另外一面呢。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在另外一个世界又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，没一定。世尊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事情也没有教我们吃素啊。释迦牟尼佛有说，在经上有说，但是从来没落实。为什么呢？托钵嘛，这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你托钵，人家家里吃什么就供养什么，这最方便的了嘛。如果你一定要吃素，还得叫人家的准备一份素食来供养你，你不是叫人添麻烦吗？你不是在这里分别执着吗？佛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在吃饭就吃而无吃，无吃而吃，他跟你不一样啊！你是真的在境界上起心动念的，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你跟诸佛菩萨境界还差得远了。佛度众生，目的在哪？教他开悟，教他明心见性，教他做佛，目的在此地，不是叫人吃肉不吃肉啊，那小事情啊。所以不能因小节而伤害了大体啊。我们今天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把一切众生接触佛法的殊胜机缘断掉了。哪一个大，哪一个小，你要有智慧，有能力辨别。我当年学佛，跟这个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对于初学的人，决定不劝他吃素。他有两个原则：不劝他吃素，不劝他受戒。所以他化缘深，跟着学佛的人那么多，如果是学佛决定吃素，好多人都不来。你不是把许许多多人在这一生稀有难逢文法的机缘给断掉了，这个太残酷了，这个牺牲太大太大了。我跟他十年问过了，他老人家给我分析，不可以。先教他文法，逐渐逐渐他觉悟了，那个吃素是他自己发现的，不能怪劝他。他自己到那个时候想想，哎，应该要。